我是 Rachel 啊，今次介绍几款正宗川辣食品，事不宜迟，即刻试下先。先有正宗四川牛油麻辣火锅砖，打边炉之前将火锅砖放入滚水煮五分钟就完成。因为火锅砖是用精炼牛油、花椒等十多种香料熬制，所以味道特别香麻和充满牛脂味，而且的确好够辣。火锅砖可以用来煮鸭血等小菜，十分钟内煮好，仲好入味添。同牌子亦有酸辣手工薯粉，用热水焗五分钟就食得，酸酸地、辣辣地，几开胃喎！而且面质挂汤，口感弹牙。懒人食品仲有麻辣酱，可以用嚟自制麻辣拌，食落好嘢味。仲可以用嚟捞面或者点烧卖等小食添。想知更多 ，click 入内文睇详情啦。Yoo-hoo!